廚師呢行咧，一直我都覺得係向無止境，因為不斷喺度變化，全部都係可以用一句説話講，就係做到老學到老。我就比較認同四個字：天道酬勤。我覺得只要勤勞付出咗，一定會有回報。每天早晨，食材验收是行政总厨梁汉文的第一项工作。早晨，早晨，收一收个，先称肉先咯。食材够不够新鲜，能否达到菜式的制作标准，他一眼就能看出来。芽菜幼咗啲喎，嗱啲芽菜今日唔得啊，要换啊，已经唔新鲜啦，睇个样。嗰啲姜啊，好多碎喎，呢啲碎嘅到時換翻啲過嚟啦。嗱，呢啲啊收唔到啊，啲雷公咗係太細只啦，啲紅菜頭太大啦。嗱，呢啲大隻啲又冇咁香嘅。清晨。是这间老牌海鲜酒楼最忙碌的时候。20多年来，花都的街坊们已经习惯起床之后到湖景来拿个靓位，探个早茶。2021年4月。广州市花都区发布了28道花都地标美食，湖景海鲜城的家乡博称入选其中。文哥正在制作的就是花都的传统小吃家乡博称。这28道花都地标美食既有创新菜品，也有传统粤菜。文哥的家乡博称沿用了传统手法和食材去制作，所以冠以家乡之名。博餐就是一种最家常的小食，每个家庭都懂整的，馅料靓，个皮要够脆。除了这道地标美食，当晚文哥获评花都十大名厨，湖景海鲜城上榜花都十大餐饮名店。2020年，文哥从广州天河区的酒楼调任到花都湖景海鲜城担任行政总厨，掌管这间品牌老店的后厨，对于文哥来说是机会也是挑战。为了在新岗位上干出成绩，文哥沉下心思着手设计起了招牌菜。咁嚟到花都之后咧，发现花都人就好中意食姜嘅，咁甚至乎有时佢嘅筵席咧都会指定嗰道菜就系姜煎蛋。咁我所以就谂下，可唔可以用呢个小黄姜嚟设计一道招牌菜咧？